сравнению с Москвой, он просто в три раза огромнее. Там дальше метро есть, я там просто заблудилась, настолько он огромный. Шанхай! Ура! 到了这个满洲里西郊国际机场了，门口四个大猛犸象，这边旅游团还是挺多的。可以，这里哪有什么 business 啊？感觉来早了，里面没什么人。我们是7:25到上海浦东的这个飞机，还有直接到扬州的这个飞机呢。妹妹拍视频特别忘我的。我们准备开始值机了，大包小包的，机票都已经拿好了，5张机票。5本护照，来，我们各自来认领一下，每个人拿自己的，拿好了。他们说现在机票变便宜了，只要600-700，我们买的时候好贵啊。这个这里的机票不是你买的越早越便宜。我对他怎么不好？怎么了？我对马特鱼不好吗？这是喝好。是的。挺开心的呀，啊？什么？这个是男人和男人之间说话的方式。你看我对普琳娜这么温柔，就是对男孩兄弟之间说话。普琳娜好厉害，不会走楼梯。哎呀，普琳娜好厉害，还不让我帮她拎，那去吧。massage 吧，不老呗。你这是可以做 massage， 可以，可以做。那刚才普琳娜好厉害，她一个人过安检，他们有没有问你什么？然后呢？普琳娜紧不紧张？都现在已经过完安检了，然后小明也睡醒了，给他买点吃的。普琳娜现在正在那边做按摩椅呢。你想吃这个啊？我想叫你试试吗？不是，明天是要我也想啊，你也想要？真的就是，来，怎么样？好疼，屁股疼。哥哥马上来，来飞机，我们一号坐飞机了吧？哦，米娅，你记不记得这里啊？我们来过这里几次了？我们几次了。啊，张姐，伊洛娜。嗯。我觉得你不是这个东西，我们说的不是这个东西，是这样吗？对，不用洗。我满洲里的机场里面没有空调啊。那爸爸吧，溜溜。哎，这边只有电风扇，电风扇都拿出来了。我们下次出门多买点零食，再顺便。下次出门多买点零食。对，真的是。嗯哼。看马TV现在饿的和米娅一起吃。走了走了走了，登机了，米娅。米娅米娅，走了走了走了。八岁。
是去上海的还是哪？三路。蜜呀，我们去上海了。蜜呀，终于上飞机，我们去上海啦！那大飞机，飞机怎么飞的？他会说话的。最难的语言啊，先生们就可以说两个。对，满洲里拜拜。我们现在已经上飞机了，娜娜和普琳娜带他们在这边坐靠窗户呢。马蹄想坐靠窗户的，看看一会儿能不能跟他们换一下，有没有人愿意换呢？米娅，坐好了，听听听妈妈的话，听妈妈姐姐的话，好不好？什么？坐。阿玛提，马德宇想坐这靠窗户的座位，但是这个不是我们的座位，他应该坐在这个中间。但是我刚才跟他说过来坐，他都已经想哭了。坐飞机的话就想坐这个窗户旁边。王车，马德宇没有坐在窗户旁边，他看起来都想哭了。马德宇在这个上面看到飞机上面有这个点餐啊。百岁山的这个矿泉水5块钱，华夫饼4片10块钱。刚才我们在机场买了一片就要5块钱了。这个在机场买的话，水也是10块钱的。这个什么爆款炸酱面30块钱，那台湾卤肉饭要50块钱。也鼓掌了，这个鼓掌是他们俄罗斯人的习惯。终于到了，马上下飞机了，小喵还要睡着了。终于到上海了，外面好热啊！啊，我这鼓掌，普琳娜也鼓了。终于到上海了，去拿行李。哎，这个怎么和我们到的地方不一样？之前直接就出来了。面向屏幕 ，meet， 吓死，确实。What？面向屏幕，请确认支付。这个点儿，机场都没什么人了，咱们要赶紧去拿行李。我们要坐地铁，哇，人好多。好多人，你们也睡着了。因为我知道地震。
怎么了？小棉袄睡得好香啊，不仅要坐这个坐地铁，然后感觉走路都走了十几分钟了，还没到拿行李的地方。天哪，这次怎么那么远，还要下去拿，下去下去下去。那大老远就看到我们的行李了。马特威，哎呀，马特威好厉害。我们一行五人到达上海浦东机场的时候已经是半夜12点了，再加上他们都是外国人，我心里面也开始泛起了嘀咕，这个点到底能不能带他们顺利到达并且入住酒店。